大家好，我是阿龙啊，带大家看看这只小白狗。现在这是这窝狗的最后一只了。这个现在有58天了，等会儿给他把耳朵裁掉。看见我来了就想出来了。这条是，朋友要求的，要把耳朵裁掉。其他6只已经给他们都发走了，然后是没有裁耳。这条，这个朋友要求裁耳，等会儿给他裁掉。采耳工具备好了，等会儿先给它称一下体重。6斤多吧，6斤3两。小家伙马上要采耳了，先给它把那个麻药注射上，进口麻药。现在这个麻药已经给它打上了，打上1分钟了吧。一般就是1-2分钟吧，就睡着了。行，把剪刀消下毒。刚剪好，刚缝完线就醒了。现在已经给它裁完了，这个刚刚给它缝好线，然后那个就醒过来了。我这边犬舍的小狗啊，一般都是在55天以后吧，就可以采耳了。因为太大了采耳，等它拆线的时候不好拆。就这个2个月左右啊，给它采完了，前1周给它抹了磁药水、消炎药什么的，就可以拆线了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